四足机器人具备行走、跑步、跳跃、倒地爬起、爬坡、跨越障碍物、匍匐前进、抬头、低头等运动功能，在人工易漏检的隐秘位置和狭小空间可自如均检，可搭载多种传感器，实现全覆盖、全识别，对环境异常进行实时监测，自主采集、运算、诊断，精准告警设备缺陷，自主规划路线，远程控制，实时督传。二维码、激光等多种定位方式，适用于电缆、隧道、变电站、配电房等各类电力环境，便捷部署，平台可视化管理。通过 4G 信号远程控制机器狗行走巡检，前端云台摄像机拍摄回传，实时查看现场情况。蛇形机械臂采用绳索驱动，现场可进行快速拆装、长度调节，能在狭小空间及高真空、强辐射、水下等严苛环境下作业。顶端可加装探测头或不同种类的机械爪，以适应各种巡检及维修场景。机器狗具备强大的运动能力，可攀爬高度20厘米的台阶、30度的陡坡，可在砂石路面正常行走，能适应各种非结构化地形。机器狗能适应电缆隧道内复杂地形，无需部署附属设施，可按需配置传感装置、变电站免模型点云建图、 AI 算力实现就地目标检测小闭环，可容忍环境扰动因素造成的偏差，更全面地解决电力巡检痛点。